声音再帮我调一下。开心跟大家又见面了啊！讲历史呢，我就很喜欢播这个音乐啊，这个很有感觉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我们准备开始。如果说待会有沉淀的时间，那我们再来听这个音乐。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个魏晋风度与南北朝分裂。刚刚林会长有提到下礼拜五。有一个 PowerPoint， 那起因是因为这个可能在座的各位人觉得这个 PowerPoint 跳来跳去也做得蛮不错的，那也想学习呀、啊，那很好，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。有人写信来跟我询问，或者说刚刚现场也有人询问说，那这个我是电脑白痴，听不听得懂呢？都听得懂，一定听得懂啊。就是像这个机器啊，教你怎么样按，一定听得懂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就是说你的熟练度，那现场一定听得懂的，我保证让你听得懂，不然我就回去回去会可能会忘啊，但是现场一定懂啊，现场不懂就是我的问题。老师，请问要带自己的电脑来吗？我那样会很花时间，而且现场我东西不少。你可能也来不及操作，所以我觉得一个很棒的方式就是说，现在如果你愿意留下 email 就留下来哈，那有一些都已经留下来了，你们可以在这一个礼拜之内写信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啊，也许你都没有经验，那当然，但是你想说别人投影的时候是怎样，我想要那个功能，你写信告诉我，我会准备好。你这一个礼拜就讲完了。如果先讲了以后再说，对，东西当然是很多了哈，那也有很高阶的功能啊，比如说各位现在看这个跟我打出来的不一样，这个 PowerPoint 我这边会，我现在是没有这么做了哈，我这边可以有备忘录，各位是看不到的，啊，这个可能一般人不晓得，所以有高阶低阶的功能，那反正各位都可以写信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，现场操作可能会来不及，但是你带来也很好。那我会在现场操作给你看 ，OK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啊，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魏晋风度与南北朝分裂。我们先破题一下，这个魏晋风度，风度这个字眼呢，好像平常不会这样子用啊。我们只会用什么风度翩翩。那这个魏晋风度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一种风华、风雅。但是为什么用风度呢？而且。好像只有在讲魏晋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字眼，会跟它结合在一起。好，一般呢，我们就讲说这个人的这个风度翩翩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一个人的谈吐、你的容貌、你的穿着，啊，这个是讲说你的风度、你的举止。那因为魏晋人士啊很特别，他们这个朝代的这个时代的这些士人们，就是这些读书人呢、啊，他的至少那些有名的人都是风度翩翩的。所以我们在讲魏晋，在讲他们的人的时候呢，就会用魏晋风度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。但是我们的这个讲座呢，是在讲历史，好，但人物当然历史跟人物脱离不了关系。OK， 我在这边是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用魏晋风度这两个字眼。我们不会讲什么汉唐风度，不会啊，只有魏晋人士我们会用这个形容词。所以啊，这样的话录影可能会比较要录影的，有录，现在正在录影。那就好，那就继续。所以啊，比如我上网去查一下，魏风度宁远，萧然成表，风度英妙，足为国华。风度。那么南北朝，魏晋跟南北朝为什么弄在一起讲呢？我们这个总共有三讲，那今天是第一讲啊，这个。我今天讲的是魏晋风度，但是不一定能切得这么干净了哈。反正整个就是三讲，魏晋南北朝，我们大家背过这个中华文化的五千年历史，四千年、五千年历史哈。黄帝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晋、南北朝，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金、中华民国。黄帝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晋、南北朝，有人是这样背：秦、汉、三国，三国之后就是晋，但是有人背的是秦、汉、三国、魏晋南北朝。
好，那这个魏国呢，就是曹操的那个了。好，他是取代了东汉，所以这个是这边叫魏晋，我们要这样讲。那魏晋之后就是南北朝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整个呢，我们是差不多有300年的历史啊，我们是要把它结合起来讲。这是我常常用的一张投影片，就是左右加起来4000年的中国的历史。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最左上角，然后就灰色打开来的那一段，东汉之后的这个字就比较小了哈，左上角，东汉之后这个魏晋南北朝就这一块，这差不多有300年。那我在过去我个人学历史的这个经验里面呢，就我个人学历史好像我是学历史的，就是我们在上历史课的时候，我们以前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啊，我对那种这个中华民族汉族，那时候当然应该主要是很多的汉族哈，强盛的朝代呢特别感兴趣，那个纷乱的就很不感兴趣，因为觉得心情很郁卒嘛，啊，都是好像被欺侮啊，都跑到南部来等等等啊，南边来等等等。但是其实事实上后来我慢慢的这个人的感受又不一样，更多的这个人生历练之后呢，我发现啊，乱世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些时代，一些朝代里面发生很多的故事，很多的人物啊，都很这个能够感动人的啊。那这个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代哈。好，这一部分一开始我有准备一些文案，各位有收到讲义的话也都会看到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个从东汉末年，我们讲的魏晋南北朝就从东汉末年开始嘛，一直差不多300年之后，最后到了隋唐的统一的中间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这里面中间呢有晋朝，它是非常短暂的统一，然后就是什么5胡16国啦，这个大概没有人背得起来啊，我是背不起来的啊。5胡16国啦，南北朝啊，这个南朝呢又分为宋齐梁陈，里面的那个朝代都非常的短，10几年、20几年，然后就被人家打掉，啊，这个朝代更迭的非常的频繁，人物的这叫做俊采星驰啊，哎，俊采星驰，我们上次讲那个滕王阁序哈，哎，最近有一位大师离开了，陈之凡先生啊，后来我看到那个上面报道说，陈之凡先生呢，他一生就背过3篇文章，其中一篇就是滕王阁序，啊，就是刚刚跟我们上次讲的有点连结。好。对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我们就是在讲这300年这一段很纷乱的时候。那这为什么这个现象，我现在个人呢对于这个乱世呢特别感到兴趣呢，因为这个大字写的啊，世局纷乱的时候呢，这人的思想会活络起来，有时候为了活命好，那等等因素，有时候是因为这下面有写的，就是政府忙着打仗，没有时间去管人民的思想，政府其实这个在大一统的时候啊，中央集权的时候，把人民的思想是管得很紧，但是在乱世的时候会放得开，所以这种各种思想会起来，那就会造成文化的这种蓬勃。好，那么尤其在我们讲的这一段里面有5胡乱华，就5胡16国，所以胡人会南下呢，跟汉人的血统结合在一起，这个血统的融合会造成文化更蓬勃。好，那么我们讲的是说，魏晋南北朝嘛，就从东汉末年讲起啊。那东汉末年之后是三国，三国当然是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。但是我自己是这样讲，至少在这三讲里面啊，有鉴于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大家读了很多啊，我不讲三国。但是三国里面几个可能要注意的，我会提一下。好，那这一章呢，我就先把因为讲从东汉末年讲起嘛，这个汉朝的所有的皇帝我就整理了一下啊，有这么多皇帝，这个最下面啊，我把它圈起来，汉献帝。大家也许对于汉献帝呢也是不大怎么清楚，对，没错，那汉献帝也许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他的年号叫建安，哦，建安七子，好。蓬莱文章建安谷，哎，这个建安至少我们记得了这个名字，这就是最后这个皇帝的年